好，今天我是你们的亲密姐妹老瑞。发现呢，我分享自己的爱用品，小可爱们还是蛮喜欢的，所以今天延续爱分享的精神，再来一波我喜欢的东西。给大家推荐的口红呢，有些小可爱说可能偏欧美系一点，觉得在美国大家好像比较更敢。Yeah, what do you even mean? I'm wearing too much makeup. Barely anything on my face. 国内的妹子呢，更注重于自然裸妆系，用完了之后想没用，我天生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想一下，今天挑几个都是那种你用完了之后还会让人家觉得你天生就是这么美的。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呢是跟我们秀发有关系的，这个爱茉莉的韩国爱茉莉的护发精油。首先这个优点第一个是，行，那已经快用完了，这已经是我的第三瓶了。那大家知道我这个人真的很懒，这个呢说实话长期改善你的发质没有什么卵用。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那种真的有的时候很懒得打理你的头发，然后冷不丁发现自己要出门约会见朋友吃饭看电影，突然要把这一头秃草拿出去见人的时候，来不及给它好好的保养，洗完头发半湿的时候涂上这个，就在你的发梢上都涂上，然后晾干或者吹干，就是一副特别自然的柔顺的效果。而且闻着特别香，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大家知道我对味道，我对化妆品和护肤品以及这些产品的味道是非常的着迷。紧急补救枯草头发，那种自然的柔顺的效果又香香的。This is your baby。下面一个的产品呢，也是裸系的产品，裸系的。不知道小可爱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坐长途飞机的时候啊，下班回家的时候啊，你的这个bra就跟个羊背一样紧了，你就直接把自己扒光光。但是吧，大家知道我这个年纪呢，已经到了，已经不是十几岁的美少年女人了，完全不穿吧，精神是 free 的。身体它是焦虑的。那现在呢，大家都说流行穿无钢圈的内衣，但其实这些内衣它确实没有钢圈，但是它用了别的，比如说树脂胶骨啊这些东西代替了钢圈，所以你穿上之后还是一样的勒俩胳膊肩。我一直就想找一个真正的穿起来就是无钢圈，什么都没有。终于让我发觉了这款小可爱。这款 U Bras 呢，首先它是没有尺码的，不管你是 A 点还是 D 加，都是一样的。特别的软，真正的没有钢圈，没有金属，什么都没有，就穿着真的就是特别的贴身，穿着像没穿一样。有了这个 U Bras 以后，我简直打开了看世界的新大门。出门买菜，出门取快递，对，直接把这个套上，就像裸着出门一样，似乎都不合理。比如怎么抬手，怎么跳，它都不会上蹿。最重要的一点，天猫上买不到100块钱，便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OK。我一直在用的兰芝睡眠唇膜，大家知道我特别喜欢哑光的口红和唇釉这些特别容易对你的唇部有伤害的产品，但是你天天这么用下来的话，对你的唇部伤害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我这种唇部本来就干，涂上唇纹又特别深的人。我试过很多睡眠的唇膜，我还是觉得兰芝的这个是最好用的，你就在睡前的时候涂上薄薄的一层，然后睡觉早上起来看镜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轻。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唇部，一个没有唇纹特别平滑有光泽的唇才是最美的。下面一个呢，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我觉得简直是神作。我个人觉得一个眼妆最重要的不是眼线，不是眼影，而是睫毛。大家知道我对睫毛膏非常非常的钻研，我呢也一直在找好用的睫毛夹，然后就看到了这一个生堂的睫毛夹。那它呢好像有一点点小贵，具体多少钱我已经忘记了。但是睫毛夹这种东西你也不用每天都换，只要你隔一小段时间去擦一擦，好好的保存它就可以用很久。 Yeah。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这些呢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我觉得都属于符合大家这种自然美裸系的追求又很舒服的东西。那马上就要到我们的三八女王节了，小可爱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看，给自己一点宠爱。我个人是最喜欢这款 U Bra， 大家知道的，做大家的姐妹，我给大家种草从来都是认真的。如果有用过的觉得有共鸣的任何产品，你请在评论区告诉我，还是一样的，我们互相种草才能种出一片美丽的大草原。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兄弟 bye。